动主播哗啦啦，给您说说老干妈。最近惹出大新闻，听我给您说根本。企鹅大战老干妈，请求法院通告法，冻结老干妈财产，这手伸的真不端。企鹅方面来爆料，投放千万元广告，签订合同不关注，长期拖欠不支付。企鹅起诉至法院，要和干妈把家干，冻结对方的资产，不料事情又反转。老干妈人回应说，双方并没有合作，企鹅公司被人骗，老干妈也去报案，警方调查后通报，有人把公章伪造，企鹅公司被人骗，还被骗得团团转。回头再看老干妈，心里偷着乐开花，不用支付广告费，免费广告送各位。这波广告影响深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企鹅大战老干妈，双方都是大赢家。企鹅股价也飞飙，创造历史性新高。现在企业的战争不是你死我活中，不要总想干掉谁，这种买卖肯定赔，双赢局面来创造，不是把对手干掉。风风雨雨老干妈也算人生大赢家，风靡国内到全球，国际口碑数一流。随着掌门人更换，感觉味道有点变，各种神仙的操作一波一波非常多。跨界营销上了瘾，广告操作下手狠，登陆纽约时装周，引起网络大丰收。这种方式来走红，每人看法都不同，这种营销很前卫，尝到甜蜜的滋味。接着联手男人装，火辣酵母也曝光，这种营销的噱头制造话题数一流。礼品盒子手提袋，老干妈也上面晒，他还联合聚划算拍摄视频广告片。年轻时候老干妈还把洗脑歌词家配上鬼畜的舞蹈，吸引关注真不少。火辣广告引热度，吸引消费者关注，过去只是拉舌头，如今拉眼更难受。各种营销拉眼睛，其实没啥大作用，带来一时的流量，不是持久的现象。一些营销难持续，不如脚踏和实际。国民辣酱老干妈，最好美味送大家，那个送大家。作为爆料，拜拜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星翻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咋啦评委会，翻页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打呼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